我哋一齐嚟学下点样组装 Mbot 啊！首先，我哋要将左右马达用螺丝安装到铝架上面。然后将轮胎套到轮框中间。再将轮胎用螺丝安装在马达的车轴上面。我哋要顺序用螺丝将循线感应器同万向轮安装到铝架度。
跟住将超声波感应器安装到铝架的前方。然后将四个铜柱安装到铝架的上方。将接线接到感应器和马达上，记得穿过铝架上的窿。将黏住电池盒的魔术贴放在 Ambot 这个位置。在这个位置安装电池盒。现在我们将 M-Core 主板安装到 Ambot 上面。连接无线模组落 M-Core。将接线接落 M-Core 到。咁我哋就完成组装 Ambot 啦。